哦，等一下进去，不要站在羊驼后面。好。啊，要在他的后面。哎呀，哥哥，你刚才又在他的后面了。哥哥，你又在他的后面了。回购率百分百的牧产牛奶冰淇淋，好吃吗？嗯，好吃。很大的草原哦，今天是假日儿童节，你看。我们这次来租车好啊，可以骑脚踏车边。对啊，我们可以就是想停就停。羊驼出来了，我们要去跟羊驼见面了。什么？草草。它不是吃人啊。啊，你之前怎么觉得它是吃人？因为我很害怕。随便来，宝贝保护你。飞机掉了。啊，会吃掉是不是？这只能飞机了。嗯。还是宝贝把你抱出来啊。我看到草莓了。哎、嗯。都可以进去喂，你们要先喂哪一个？这是梅花鹿。梅花鹿也可以哦。那小朋友要牵好，因为他们会欺负落单的小朋友。哦，真的、哦？好，那哥哥，那你要，哥哥你要跟着爸比哦。后面有啊。哦，等一下进去，不要站在羊驼后面。好。如果你要站在羊驼后面，你要有一点绕到它的前面。还有什么可以喂啊？还有另外一个水豚菌，这只小水豚不要喂食它。狗狗，你喂太多了啦！哇，里面也有哎。给菲菲喂一下。嗯，它就是。它差点咬到你手指头，你就放开了，是不是？这里看起来会有 ice cream 哦。奶酪跟那个。那就冰淇淋好了。回购率百分百的牧产牛奶冰淇淋，好吃吗？嗯，好吃。我怎么看到那全部出来？它要出来散步了。我这有一只没有出来。它有挤牛奶呢。这是什么？好，给我。
他肚子还住在里面，房屋，他住房屋，对。哎，屁股喂。嗨，菲菲在跟他招手。哇，菲菲在跳什么舞？你是谁？这么可爱。前几天卖完了，原来还有双麒麟。有人说套中的才能回家，没套中的要留在这边。哇！妈妈咪也留在这边。耶！套中了，可以回家。最后一个行程了。我要最后睡着了，跟熊熊一起。订阅，订阅，订阅，订阅。对不对？哎，哥哥，刚刚旁边那个有河，我刚刚他叫他要小心，哥哥在那边拍照。来，你们去接近那边拍照。你有办法，哥哥叫他去是不是？好，那 OK， 那哥哥过来一点，妹妹好紧张。OK。